分组的预赛当中，人民小将是在 A 组啊 ，A 组这边是吞下二连败哈，所以是 A 组的第三名。东海河马得分的机会都把握的蛮好的，只要发现对手在防守上还有在慌乱的时候，他们的跑者就会很积极的往本垒跑。这球哇安打了，对，后把滚到全垒打墙了，张璇。外野的飞球落地，这球安打了，对，陈玉成打得够深远，一口气得到两分。投手接到传了一个软弱的滚地球，对，这几个守备投手其实都有确实接到球，但是传的球太软。现在是劳智熙，劳智熙这球，哎呀，哎，传本垒也没办法。对，人美再添一分。好，所以哎，现在等于说是最后一局不打了吗？决赛是不是领先的球队下半局就不打了？哦，对。好，所以这场比赛就最终是以13-5了。好，那就恭喜东海河马。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那刚刚东海河马是以13-5哈大比分的一个分差击败了人美小将，不是三垒安打，都是在中外野的深远飞球。哇，哎，果然又是一个飞球。现在看外野手的处理，落地，应该起码至少有两分。哎，继续往本垒，三分。这球小飞球啊，冲天炮，对，直接接杀。接下来看到是张雨松，这球打得相当高。张雨松，这球还是接杀，还是接杀。目前是满垒。好，打穿了三游，左外野手又没有第一时间把球给捡干净。在中外野方向落地，这里应该是回来两分。那林黛乐自己也是来到二垒。好，这球在中外野来不及。好，我回来两个。好，回来两分。现在轮到最后一棒。希望他可以敲全垒打，字典只有全垒打男人。左边这球左外手接到，看这一分能不能够回来。哎，哇，这分应该是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好，所以14-2，那看一下是不是这比赛要直接的结束？非常明显，全部往右移。好，打出一个飞球，接杀出局。好，比赛结束。对，啊，所以这场比赛最终的比数啊，14-2。翁玉成，左半边打，打到外野落地。好，这球在左外野方向落地啊，是一次暗打，送回来两分。李金伦，这球。打穿了三垒，左边看一下，这边拿到一分是没有问题，两分应该是没问题。那看看林继伦是不是自己可以回来，再传本垒，最后是 save， 因为他没有去踩踢座，对，而且总算林继伦打出了全垒打，对，想说让他们可以一起玩，然后一起去运动这样，所以就报名了健行小牛，因为其实健行小牛在我们报名那届，他们刚好拿到。U12的全国社区冠军，哦，应该是在前年，对前年，前年的对那一场，对，所以哎，觉得他们的组织啊，还有大家都还不错，哦，所以算是完成了。接下来是第六棒的罗维忠，打了一个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一路滚到全垒打墙，这球回来两分了，
德维中自己来三垒，也回来了，这最后这是一个失误，对，三垒打，外加一个失误，是，所以，今天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打席，看到这球到全垒打墙，左外手的一个回传处理的反应，对。必须要往哇，他要直传本垒，但是好，有前面两分是算的，嗯，好，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啊，双方要来列队，要列队了啊，那最终我们恭喜东海河马在这场比赛13-6，恭喜啊，是获得了二连胜啊，分别是击败了人民小象，也击败了新北眼镜蛇。这球落地是一次安打啊，同样是打回来一分，往左半边方向打，球滚到了左外野，送回队友是没有问题，看自己能够跑到哪里。往自己绕过三垒想要回来，但是这里出局了啊，又是一个飞球，刘凯森，这球看一下啊，落地滚到中外野全垒打墙。好，这球落地之后，我们看到三垒回来得分，一垒跑者绕过三垒也回来得分。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落地形成安打，跑者继续。哇，回来两个，嗯。然后游击手，游击手跟左外野手都没有处理好。回传卡豆，来不及回来这一分算，打击出去，始终还是默默自己承受了这个情绪，连续四个飞球接杀，打击出去，中间方向落地，哎，送回队友，17分。哇，所以在赛事上应该是裁判有跟两位教练沟通了啊。对，就是，分数上如果差距已经超过10分了，就不可能再追上来啊。所以就直接裁定了比赛。是啊，最终的比数就好棒河马啊，是以17-6的一个成绩啊，11分的一个分差。这棒敲安打，哎呀。应该是两分，至少是两分回来，就看黄学明自己。三分，黄学明自己也回来 了，所以这是满贯炮跑。对，所以两天集中在这两天的这种密集的赛程，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哎呀，这个动作已经是美记的，是，但这球回传本垒来不及。对。右边方向的飞球，哎呀，没接到，一路往后滚，至少会回来一个。直接接杀，第一个出局数。啊？刚刚一垒跑者走了。对。哇，刚刚一垒跑者走了，回来的这一分是算的，但是一垒跑者应该是被 take 到。哎呀，打到一个内野飞球，好，这边就直接投手接到之后掉了，接杀没有成功啊，就直接选传本垒，回传也来不及，惨。所以这一局最后再多得一分啊，对，多得一分，现在是12-15结束这场比赛啊，最终的比数我们恭喜斗士家族，恭喜三分的优势啊，挺进到全国的四强啊。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两支队伍啊，实力都非常坚强啊。东师这边也是有得分啊，目前拿下一分。对，二三也有人穿出去，滚到左外野，安打安打。现在看下一位跑者，回来了，再传三垒，林元佑来到了二垒，所以这次安打是贡献了一分的打点。打者上三垒，打者上三垒，然后清回两分。打击出去，中外野方向落地。好，最后一棒来看，两分进来应该是没有问题哦。这第二分进来了啊，那所以现在是七
四，是。投手这球应该是没有，这应该才第九棒而已，所以小朋友有个好像他可能是以为是最后一棒，对，现在才是最后一棒啊。施宇成这球安打出现，打到右外野，要往本垒传，好，提中 ，OK， 所以结束，再拿一分啊，现在是来到7-7，所以这一分回来是算的，对，这分回来是算的，哇，那这样可能比赛要结束哦，现在本垒的攻防，对，现在过三垒的这一分，现在传本垒，好，那应该比赛就结束了，而且最后还是一个全垒打，再见全垒打，对。那斗士家族击败小道奇之后呢？这边也确定啊，是晋级到最终的冠军赛。那小道奇虽然说输球，但是也要来角逐这个第三名的一个季军。小道奇上一场比赛虽然说输球，但是其实也蛮可惜的。国宇，好，这球打高了，落地，这次是安打，对，队友回来得分，对，护送队友回来得到这一分。这场比赛的第一分，打击出去是一个外野的飞球，落地，形成安打，哇，代打建功，代打建功，回来得到一分，再来回来得到第二分，打一个高球，这个接杀可能要稍微沟通一下，对，投手不需要往后退。野手是往前的方向，最后一棒施宇成，这球考验一下二垒手，哎呀，传高了，哇，本来有机会守下来的，现在回来两个，这个失误就很巨大了，对，失误就蛮严重，打击巨物，他的打击是带助跑的，对，有一点有加那个助跑的动能。而且也帮球队拿回来这一分，是自己乘船上到了得点圈，对，到吴英，哇，这球打得很高很远，在中间方向，对，这球是落地形成的一次长打，来到全垒打墙，好，两分这边都回来，吴英豪长打出现，哇，比数追成9-9了，打击出去，落地，现在看这个跑者，只要回来比赛就结束了。赖平胜，哇，这球算是一个关键的打点啊！再见，胜利打点啊！今年成绩，小道奇拿到了全国第三名。那这场冠军战的对战组合，好棒，河马对上的是斗士家族，把自己也送回来。哇，这球打得非常高，非常远，打到左外野方向，落地在全垒打墙边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现在二三垒的跑者应该是可以回来得分，那看一下。这球卡豆再回本垒没问题，所以拿下了两分。对，打击出去，好，三有时间传出去。这个球还一路滚到全垒打墙啊，两分回来应该没有问题。对，看黄轩自己的脚程，看一下这个卡豆再传本垒，好，没问题，两分。好，所以两分这边拿到，再轮到林佑成，哦，又是往右半边打。这个球效果就比较好了，打到外野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一二垒的跑者都可以回来得分了。那打者林佑成现在也来到三垒，哇，这是一次三垒的安打，是是是，打击出去，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没有接到，接到，现在左外野手回传，很本垒踩住，好的。传本垒，来不及。黄宏敏，哇，这球选择，哎，野手投手是直接踩本垒了，对，结束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局斗士家族总分这样子，现在是7分了，打进去，哎呀，哦，一垒手没有拦到，看这球应该是陈柏安打，对，右边方向。对对对，两分，
第三分也要回来。第三分是出局，对，第三分出局是。所以陈柏安想要挑战一下，他想要打一支全垒打，打击出去，游击手接到，我选择传本垒啊，一团乱。好，比赛结束，最后比赛结束，这场比赛啊，最终的比数是16-12，那也就是代表好棒河马直接拿下了今年第一届全国春季大赛 U8 组的冠军，是恭喜！2024 TCBI 台湾社区棒球推广协会 U8 全国春季大赛颁奖典礼开始。下一次比赛再会了。